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吴。我今天也是等等要带客户看房子，我人在七贤路。那一个高雄人在地的，在七贤路第一个想到什么？哦，让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国王一号院哦，因为它是一个在这边还蛮不错的一个，我觉得是算豪宅了哈、哦。然后它这边的话，走路就到信义国小捷运站，然后它的学区也是我们讲的明星学区，国中是五福国中。国小则是我们的信义国小，待会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今天太阳非常的大哦，真的也蛮热的。等等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长怎么样吧。我告诉大家，它是双坪车哦，赶快来看看。哇塞，好亮啊！